这道汤适合顾客，我没骗你的，我做过巴骨爹，我不倒。你好喝啊？嗯。哦，巴。Very nice 这个汤。巴骨爹。你看多么澄清，它的颜色，它的颜色多么美丽。嗯。不要拍我。我拍他了咯，你看那。人家看得起才拍你啊，安迪。等一下，可能会上电视。不要拍你呢。你刚才跟我讲什么？大石头，它的汤很好喝。嗯。别人不可以跟你比。你也做过巴骨爹啊？我妈妈，我们一家人是开巴骨爹的 ，River Berry 已经和同完了，没有了，没有在做了。River Berry 啊，那个什么 ？River Berry 那个太空果皮店哦，角落多。你们的哈？我们住两年做生意的。好，生意很好吗？很好啊，好的不得了。那个叫什么名字啊？太空，太空。太空旁边哦。太阳的太，丰富丰。现在没有了嘞。没有了。大山是做那种卖猪的。哦，是你们啊？我去那边喝。没有。每次上三班呢，我的车。十五年前的事情。啊，对，我的车一直上三班呢，趴在外面。啊，不可以趴的，因为我的。很难发车的。我的朋友说，三班要三班了，就是要喝那两碗巴骨爹汤。对啊，每个。不是你们的太空啊。租金一个月5000，水电费还没有算。哦，那你觉得这个汤怎么样？很好喝。我没有随便夸人家的，我就是要喝这种汤。嗯。还竟然吃巴骨爹的。哦，谢谢。没有这种味道的汤，我才不吃。哦 ，thank you。这种。哎，九九八骨爹有名嘞，对啊，红街山卡。你以为遐一个阿伯出事？没有啦，不出事。一个阿伯出事，我们已经出事了。刚才跟我讲啥？冇得顶啊！没有人可以跟你们比的八骨爹的汤。OK， 好了。可以找，这边可以找到第二个汤，叫他来找我。哦，对，那边有一间呢。你们排第一，没有人排第二。那边有一间呢，怎么称呼你？啊，麦哥。麦哥啊。我们有吃过。好吃啊。二百块的，二百块不值，不值的。我那个瓜水香的。二百块不值啊。白高一公升。不敢讲大声啊。二百块不值啊。不够。不够值。不够。一百回事。嗯。您跟他讲哦，他说不算哦。没有，他说不可能，我说不可能，我们吃都不要吃了。你如果跟你是内行人，我说太丰富了。我叫卫生部来看你。也不可以啦，不要害他啦。没有，不可以做得太绝。对对对。您老板说，不要紧，回事，我们再换多一碗给你。您那个应该是助手。Thank you。这汤哦，人家喝了，等再喝第二碗。所以我问有没有加汤啊？有，你要吗？有，他有讲有。加汤啊，下次。好的，谢谢你啊，麦哥。做工赶时间。哦 ，OK， 好，麦哥，谢谢你。我有礼拜没有做工，可以慢慢吃。哦，礼拜天我休息了，你要拜六来哈。没有拜六。哦 ，OK。我们去，我儿子他们很喜欢吃巴骨爹的。OK。我的孙很喜欢吃的。哦，你有孙了啊？什么？我的孙子一起要，不要这样浪费。我过了，下次我现在赶去做工，我做清洁工的。OK， 谢谢你啊，谢谢。OK， 谢谢，麦哥，谢谢。什么谢谢？时时摆在眼前。